啊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大华巴黎春天，现在是12点钟，准备要去吃中饭了。我听说那个南华饭店在这边开了，新开的。新开的，哎，那就这家。南华饭店是上月28号开业的，对。哇，门口好多人啊。好的。那我们进去吃这家吧，好吧。啊，这边的菜品还是挺多的啊、哦。
嗯，也蛮好吃的。是吧？有正宗的汤汁。哎呦，好吃！小妹，饭我们吃好了，我们今天点的这几个菜一共是159元，八宝辣酱、松鼠鲈鱼、豆腐羹、炒面、空心菜，一共用了159元。159块价格还蛮实惠的，嗯。然后我们还没有吃完，我们现在准备要打包了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。159块吃这么几道本帮菜，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啊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